去吧，来吧，石头剪刀布吧。刚刚我们仨是石头剪刀布，你作为这里面第二小的人。那咱俩石头剪刀布。哎，咱俩岁数小啊，来。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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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布布布。啊，这是一场世纪大战，好刺激！没想到，年龄小想的都是一样的。不沉吗？不沉，好像没啥东西，不用特别害怕，朋友们。肯定实验手册啊。呀，今天好像要干点这个，要干点这个。哎呀，拍戏啊！又来，你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咱们今天就要拍戏了，拍吧。一说到拍戏这一块，你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啊！魏导这一块，艺术哈，魏导这一块，别说这拍的怎么样，魏导你装的挺像，拍点大片啊！告你啊，魏导，再摸告你啊！自制剧特技2.0，去年韩方派自制了华语影视史上第一部用奇趣实验代替影视特效的魔幻自制剧。哇！去年。成员们用实验代替影视特效，拍摄了华语影视史上第一部魔幻自制剧《霸道总裁爱上放嗨公主》。Action！ 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而今天，成员们要用实验完成酷炫的武打剧情，拍摄一部无厘头动作片。导演、摄像、演员都由成员们自己担任。晚上将在嗨放派基地举行露天点映会。届时会有30位观众前来观看短片，并进行打分，最高分为5分，所得的平均分数将成为成员们每人得到的派币数。那么，今天成员们要拍摄一部怎样的自制剧呢？这次大家用实验完成武打剧情，拍摄一部无厘头动作《金牌司仪之小美的婚礼》。《金牌司仪之小美的婚礼》叫什么名？再给我念一下这个名，我很感兴趣。小美不是我妈吗？我妈叫小美。阿姨会来吗？阿姨，不是。还有一个梗概，开放国最优秀的司仪主持婚礼无数。这天，他受邀主持小美的婚礼，却没想到婚礼现场出现了意外。司仪，开放国最优秀的司仪，身份不简单。二，黑山，司仪的客户有很多气球护卫。海王，还有海王呢，哎。原来海王今天是海王。海王到！海王，他喊到最后喊着了，海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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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呀，海王。他本来就是大海的王嘛。小美，即将成亲的美人。哦。大壮，武艺高强，跟小美有点关系。小美是跟黑山结。然后大壮黑山结吗？不是不是，小美跟大壮应该是大壮吗？大壮跟小美有关系，他才是男主角。抢亲的嘛？没有抢亲这个，好像戏太多，没有抢亲这个。这么淡吗？这情节？很淡，那相当的淡了。你可以改，你可以改。你感觉剧本不行，你可以改。我觉得最后要司仪抢亲。行啊，抢啊！现在请换上队服，前往第一幕戏的拍摄场地。走吧，走。来吧，我们吃一个东阳光鲜虫草。来吃虫草吧，来，先补个劲儿。谢谢哥哥，挺香的，好吃。嗯，走走走走。爸爸，有劲儿了。